了衢州烂柯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的龚子豪九段和年轻新锐棋手涂晓宇八段的对局。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前方发来的现场画面。开幕式现是场。在开封，对，开封开下封，吗？对。国手战今天是第二节，32位参赛的棋手，对，这就是今天要讲的这盘棋。这是涂晓宇八段。那涂晓宇也是算是00后的领军人物了，之前也是二夺新人王的冠军领军人物可能之一。之一，对对对对，还有很多厉害还有比如说像王星浩啊，的。对对对。之类的。哎，范廷钰九段，那龚子豪呢也是。之前衢州烂柯杯的冠军，他是2-1战胜了申真屈。对，就很重要的一个冠军。没错，没对。错，而且那他也是凭借这个冠军冲出了国内的一冠军第二个，个人的第二座世界冠军。是的，看来他最近的状态应该是很不错的。那肯定。好，那我们就看棋。这盘龚子豪黑棋对，涂晓宇的白棋，是新尾吧？小目，小目，以对角开局，还挺少见的。对角小目，然后手角摆的卦。飞手，采用了最简单的顶式白棋手这个角，哎，这有点奇特耶，是不是？因为感觉这边好像扁一点，对吧？对，就感觉这条边看上去好像更想下一些。是我们过去学习的话，会认为这边黑棋这个低的，不管是无忧角还是说大飞收角的话，它都是低位，这边的发展并不是很好。他可能觉得有了这个之后，他下一步直接逼过去，好像就更大一点。如果走这边的话，逼好像意思也不是特别大。但是白棋如果走在这儿的话，以后很有可能这边是被黑棋走到对，这就是看嘛。如果说黑棋走到的话，我感觉黑的是挺舒服的。但白棋如果走到，白的这个好像是比走这边还要好一点。对，这个结构所以更可能立就体。走这个放大了这条边的价值，等于这条边变得更大了一些。因为现在布局感觉这个应该都可以吧，方向上的选择。反正他们肯定比我们要清楚这个布局的方向，这个布局应该也谈不上有所准备是吧？啊，我这个是应 AI 该推是荐准的备一不选到。吗？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吧，因为下法都多，感觉走哪都差不多。拆。黑棋。这样是形成一个双飞燕。白棋靠出来，靠对，现在靠这个的定式比较常见啊，基本都是靠这个吧，靠那个感觉方向现在是不是也不太好？现在就搬完长完飞角，感觉白棋这个子的位置挺一般的，就感觉白棋配合也不是很好，这地方还有打入，这这个棋很实在哈。没什么棋下后续。而且靠这个好像也是 AI 它推荐局部应该是一选吧，这个定式来说好像本身就是要靠这个，黑的是搬，粘上，现在也是定式的一种吧，当然也有别的下法，点三三也是有的，第三三，搬完点三三也可以。七断，断吗？断应该也不是什么，也没什么问题，倒是，应该也能下吧。断我不知道黑的是立还是爬，有可能是不是还要立啊？爬过也不知道你走什么，补在吃哪儿掉，这棋？
吃里边吃外边挺麻的，有点麻，嗯，搞不清哪个好。那还有是挡一个比较多见吧，挡完顶完斑嘛。对，斑这个，嗯，这个图还比较常见一些。还挡还挡吗？挡我唬一下，打了针掉了。哦，黑漆现在是不挡的吗？粘这个吗？直接粘是吗？粘我也。这样。嗯，这样也有吧，然后黑的就出来呗，这个配合怎么出来都行嘛。嗯，这个配合我觉得黑棋也还不错呀，白的也行嘛，棋形也挺好、嗯、这本身也是定式的一种形状，双方都可以接受、嗯、都可以都可以、嗯、如果搬的话就要打劫了、嗯、打劫也没劫嘛，搬我把你蒸了，嗯，就我唬一下你打我的时候我把你蒸了，哦，蒸了就满意了是吧，那还是挺满意的吧，嗯，蒸了，本来我不搬我蒸你是因为你搬我下不去了嘛，嗯，我不能直接蒸，因为你搬过了，搬被断了、啊、我搬虎一下就你过不去了，我目的也就达到了，嗯，蒸掉还是挺舒服的。那这盘棋的话呢，黑棋是没有选择这个定式，对，它粘也是定，本来就是定式的另一种下法，嗯，也是可以的，那就要有不一样的发展了啊，黑棋飞脚。对，黑棋飞脚，飞脚的时候、嗯、白棋是拐，拐过来，黑棋搬起来，继续加强这边扩张。就这几手走完之后，感觉白棋得对上面得有点想法才行，嗯，不然的话感觉白棋效率本身不是很高，如果黑的这棋就这么安定了的话，这地方将来点一个很难受吗？好像也一般吧，点我是靠还是反点，点这个也行，感觉没那么难受，嗯，就感觉这棋形黑的不是很难受，这边点方，但这棋形还不错，但如果这地方再被黑走一个黑，这效率确实有点高，嗯，但白棋上方如果自己围是好像没什么潜力，必须得对黑棋有点压迫才行，嗯，因为黑棋这个这边有角进角，这边有拆边，对，但是这个进角倒是普通下法，好像普通下法其实是也行，我就拆一个进角，进角也稍微有点难受吧，因为这角毕竟有点打架，嗯，我确实不像就会伤到这边的关子，对，跳哪个好搞不清，应该跳哪个，但是我以后这边出来你会不会这个形状有点难受，也有点难受，但是也能扛、嗯、或者还有靠断啊什么挤一下什么的，也搞不清这棋形，反正感觉黑的如果两边都处理好了，黑的是还可以，嗯，所以他实战下的也比较紧凑吧，也是比较追求子效的一个下法，他、嗯、靠这个靠这个紧凑是挺紧凑的，但是黑的不知道黑的有些什么应对呢，在这个局部黑的好像这期可以加一个啊，好像还挺好的，还有这种招数呢，嗯，好像是可以加，如果白棋长的话长度过呀，是断哪边吃哪边啊，那只能这样，嗯，你应该也不能断外边吧，太损了，断里边这还有一贴耶，对啊，就断完里边你不知道走什么、就是这个、你打完是走什么，只能退吗，对，这个地方黑白棋不能走这个，这个有贴先手，这个、有个断、嗯、你退的话好像挺，那也破碎呀、啊、这被贴一下之后我就煎一个好了，你这个地方没什么收获，棋形还特别差、啊、味道太坏了，那如果你走这个的时候我煎你呢，你加的时候我尝试不太好，我觉得接我应该也只有打吧，打哪个打什么？打这个。嗯，这个好像有点黑的挺舒服的，这加一个正好、哦。这黑的棋形挺好的。哦。那白的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对，加一个好像是还可以的。力是不太行吧，力挡住
挡完了，我感觉这个地方得拐呀。拐给你啊。然后我似乎得爬过了，对吧？这样。爬过这感觉黑的，总不会怕的吧？爬过了这黑的，感觉走哪儿应该都行吧？那就俗一点，糊掉也行吧？直接断上去，这你我不知道断上了行不行？啊，你直接断我这么狠？我说简单点，我感觉这白的也不行吧？这能行吗？这白棋？嗯，这爬二路肯定不行。外面这块棋还是有一点危险。我马上就活了，我这顶了一般七星还挺好的、嗯。现在黑的比白的厚啊。那白棋怎么办呢？被加一个没招啦。好像是可以加一个呀。加一个搞定了，局部。不知道你离完拐完断上来。是不是还有点复杂？断你，我就虎一个是吧？你就断上了，还感觉是有点复杂吧？也未必看得清。真的吗？我怎么觉得白棋这么凶险呢？我扑。好像撑死了是吧？对，死了吗？有点算不清，没关系。看一眼，拐你个！可以先拐，我有点讨厌。嗯，拐完挡住，局部好像是能蹭住，但蹭住完之后，你这个断好像又有点变先手，有点勉强这白棋啊，这。嗯，好像有点勉强。拖，粘，断，蹭，拐我生气了。哎嘿，我一个，拐我要生气了。嗯，那我打你打那个，那个。那搬一个。我如果先搬这个，搬这个。但我不能虎被拖了吗？你断的时候再断这个先手了吧？这个好像不能脱先吧，白的，能脱先吗？怎么摆的？也不一定吧，看得起吗？啊！我现在挤了扳住呢。我觉得我还是拖便宜，我拖完断。啊，拖完。不断那个，断先断、这个。断哪个？我管呢，有啥用、啊？那我长一个不是先手吗？哦。哦，那对，那能先手。就行了，嗯，就这样。那白的不行啊，白的不行，这个脚太大了，这死的太大，不能死。那不能断，啊，好像是可以加嘛，确实挺危险啊，是可以加，嗯，加挺好的。实战是搬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一点，嗯，也行吧，就形成了一个。其实这个棋我们以前那个星位挂角，然后这边跳，然后飞，也出现过这个棋，出现过这个变化一动。那外面不一样啊。对，那个肯定。所以可能我觉得他们对局的时候呢，就没有往这边想了。嗯。他们就是很容易想到这个图。对，以前定式的一种下法。对，过去有这么一个变化的。那个时候。当然是这边是跳或者飞之类的。记得叫韩国流。韩国棋有先下出来的，对 对, 对，后来研究的比较多，嗯，也是场合下法吧，嗯。然后那个简单的图的话，其实可以，嗯，那个简单图的话，其实可以去长出来就满意了，对吧？我这个配合摆的不行啊，嗯，就那个图白棋不是尖是断的吗？靠断嘛，一般定型。啊，对。但这配合摆的太重复了，不行啊，不能满意。而且被我打了打，就是。棋形太烂了，啊！我说那个尖这个黑长出来的那个形，啊，那个黑的好呀，对，那个黑的好、嗯。但是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没有仔细的判断过、嗯、啊。后来研究了，就觉得黑棋简单的这么一走就好了。嗯、所以我想，这盘棋是不是黑棋就没有往这边想？但那个是因为很简单的黑的可以拆嘛，但现在白棋这有子，走完黑的也没活，
但实战白棋立了一个好像有点问题，棋不够狠，好像下的。那应该走哪？嗯，应该长出来。我这么狠，嗯，那我先就把这个角给他取了。怎么取？度过吗？喂，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走这儿啊？走这儿，我也不知道我走什么，主要是跳吗？那我再读。就给你呢，有点苦啊。再跑出去。那是不是有点苦啊？嗯，为了目数，只能苦点累点，也得往外跑啊。我这边是有一个先手眼，那先手眼也有点儿，这边有点损，就白棋这个跳是先手了，有点大出血，这边没什么目了，有点大出血，就是威胁一下你，我死不了，死肯定死不了，白的也就是攻吧，就是正常来说攻击，可能这样下也复杂一些吧，这样攻黑棋，嗯。是站他立，也就是说长一个其实还挺能站的，好像挺能站，而且好像你度过不见得能度得到，好像啊，是吗？我这个得算半天才知道，这不知道，这好像尖一个里边这个气，哎，跟我杀气啊，对，黑的不见得杀得过白气，好像我先趴你。靠住，没太看清啊。那你就先言语威胁。好像啊，这你能杀得过我吗？啊，你气很长吗？我气长不长不知道，但是你气看起来也不太长的样子。这个斑怎么让你难受了吧？不，它有什么用？主要是长气了呀。哪儿长气了？长了半口气，我将来扑你不一样的吗？我看看啊，过于倔强的一股半，你这感觉好像也杀不过白的吧？好像白的气有点长，好像是。那先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不然我再想其他的办法。主要他还能扑，哎，你刚才扑的时候我提你扑这个，一样。这怎么杀呀？这没法杀呀！我直接收气，感觉你就死了呀！我这地方还可以顶了扳一路，我顶了扳，我还能长气，我直接收你不就死了吗？那我换一种杀法，你是不见得渡过渡不着呀，好像，所以白的好像这个有点狠，是吧？嗯，你就不接，你直接渡过我，好像也我跳你一下不行吗？你这把这灯拿走。哎，哦，好，跳你一个。哎，那我活了。啊？怎么，我活了？活怎么样？侥幸？不怎么样吧？这活了这棋好吗？还行。凑合看吧。还可以啊，我觉得。有点复杂的这地方，比如说我爬不知道成立不成立啊。爬，你活或者我挤行吗？我挤总行了吧？感觉应该没有能活的图。你再挤，等一下，挺危险的这黑棋，有点危险哦。嗯，有点危险吗？有危险，至少你看不清。对吧，挺看不清的，这东西得算，我也不是说有把握，但我感觉白棋有可能有这种狠的下法。冯小雨他实战算是一种妥协吧，白棋立立的算是一种妥协，但这样真的满意吗？其实挺打一个问号的啊。这样黑的就基本就活了嘛，活棋就活完之后，其实你会发现白棋拐了扳的这几手棋，你如果这地方没什么大作为，这是损的呀。拐过来之后，点方如果不严厉，这几手棋本身是感觉有一点点损的。
有点损，有帮黑棋成控的嫌疑。对，这边你没有没什么用的话，嗯，那这个角感觉吃的也不是很舒服，很干净，因为这将来其实有很多借用。感觉白的是不太会走的，因为这地方的原因，白的如果走有点损外边，但是如果算成黑棋权利的话，这脚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嗯，而且味道也不是很好，这始终这个地方还有断的威胁，就这个脚上感觉还有味道。对，所以白棋他实战继续攻黑棋，但是这个我感觉好像这不可能还攻得到的呀，这自身棋形其实有点怪。嗯，白棋这个包围圈其实有点碎的。嗯。白棋现在如果去虎的话，刚好这个地方黑棋查出来是个穿象眼，对，这棋形感觉有点饿。对，普通来说，其实我们这个白棋的棋形，黑棋是不肯点在这儿的。但是这个地方注意，这个是一个象眼，所以下一步棋黑棋有一步绝好点，这个点就让白棋有些难受了。攻不着吧？我觉得这棋还要攻吗？攻啊！攻都攻了，这怎么攻啊？这攻啥呢？现在我也没太看明白，这个怎么攻黑棋啊？就是想让黑棋俗两下是吗？黑的顶完就这地方有挖断，就虎掉一下，白的就是享受这一下是吧？虎一下本身是有点俗，主要是被黑棋顶到这儿，他是不是也没有很好的下一手去下了？飞呢？飞行不行啊？飞这个吗？嗯。就张牙舞爪的封一下呗，想办法争个先手，我觉得白的还能怎么样呀？主要飞猪不行吗？飞猪看起来还可以。那我看一下 AI 给的图，就飞猪啊，飞黑的也局部没什么好戏，黑的就拐一下，然后做活去。啊，先手活。人家没有做活。那先手活确实有点不给面子。这个还打入交换一次，啥呀？啊、来杀了？那还是有挺复杂的吗？看得清吗？看肯定是看不清呀。嗯。反正从棋上来说呢，感觉上是黑棋不怕，但是也还是复杂的。不飞，我觉得是第一感嘛，这棋第一感不是飞住吗？第一感是往这尖，我觉得不太对啊。反正我第一感觉得总是飞了，好不好另说、啊。感觉白棋越往这边走，这个断点越尴尬，这两个断点越不好。我觉得之前的整个棋形是有问题的嘛，白的力可能是有问题。如果长出来，就是直接刚正面，这些问题可能就反而对，要么你就来，要么你就直接跟我杀，要么。那我就不怕了。他现在反而是犹犹豫豫的话，这些弱点反而体现出来了呀。嗯，越犹豫，感觉自己越难受，这棋形越薄。是。那这个钻，感觉黑的完全不担心啊。顶一下。补掉。顶一下。然后出去。断了嘛。现在白棋这个子和这四个子无法两全的样子，看起来。不，这个谁在攻谁啊？也谈不上攻嘛，这白的现在是要怎么弄啊？我感觉补断，他现在是先补断这个下边。补断肯定不肯单纯的补，他站在这儿补。对，站在这儿算是补住了，嗯，补住了，打吃。那、嗯、那这就。贞子倒是有利，但黑的就跟着长。对，这算谁攻谁啊？感觉下面这块黑棋越来越结实了。不是，由于这个地方在形成战斗啊，你白的现在不见得有空进来了。嗯，脱不开手脚的话，这个如果不进来，这棋没法下了。这正常我们围控都三路四路，如果六路成控的话，效率实在太高，不能接受白棋。嗯，但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来不及进来嘛。这外面肯定不能算白的在攻黑棋吧？我个人觉得黑的应该更主动。黑棋白棋三个子，毕竟气比较紧。你再压我，我扳你。嗯，这不太对啊，感觉已经是的。下到这儿，我感觉白的有点
南下了。但接下来几步也没有太看懂。苦肉计。不知道。对，但感觉送死。首先，现在这个地方是有断点的吗？可以怎么断白棋呢？断不了啊。对啊，没断点啊。没断点，他为什么去损了几个？他觉得把黑棋扳死了。啊？他觉得扳完一爬黑的死了呀。他觉得吃掉这，他就想吃掉这四个子，觉得大。啊。他没有看见黑的这棋可以挤这个。啊，也就是他误算了。他觉得扳完一爬嘛，你扳我打吃。啊。这个棋呢，他肯定看见这个了，团一个，啊、但是我吃。他觉得没端不了呗，哦，但他没有看见这地方可以挤这个。我猜测啊，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呀，主要是。那我就有疑问了，黑棋为什么不先搬呢？黑棋为什么不走成这样的时候再挤呢？他有可能怕搬了连搬嘛。我粗粗一看。他是不是有点怕这个？黑的已经不会了呀，黑的觉得我为什么要黑的挤一下，损肯定是损一点，但是跟你这个比起来，黑的已经懵了，黑的不知道白棋在干嘛，哦、这样是不是黑的也是有点担心吧？有点担心。嗯，这扳了连扳是有点担心嘛，所以他在这个断之前算了，就先挤掉算了。对，他在搬这个之前先挤嘛。那也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是没有看到黑棋可以挤。对，先挤你不能粘，因为我把你三个吃完之后，我可以选择再吃两个，让你从这过去嘛。嗯。所以白的只能粘这个，然后这个时候黑的一搬一团，白的就炸了呀。这就是这边挤死和这边吃掉嘛。这边挤死和这边吃掉比。居然是三个子大，三个子比那两个子大，是吗？啊？哦，他直接断在这儿死，哦，我就说，我问哪三，我就想寻找你所说的三个子在哪。我以为只能挤在这儿吃吗？哦，对，直接断在这儿吃受不了，是、啊，那受不了。我在想，那为什么不给吃这三个呢？我在想三个子在哪儿，我没找着三个子，这不六个吗？我看这还能断着吃，那不是，那白的在干嘛呀？白的只能走这个，黑的爬完把这一吃。嗯，就是这个地方这一串白棋是大损呐、啊。这好像有点送啊。嗯。而且走完之后，他为什么还在这补一个呢？断呢？长呗，作战了。我这不提一个先手吗？提完先手我就勾出来呢，你这么英勇啊？你拿不住我，不是我英勇的问题，是你可能就站不动吧。靠你！那搬你勾，我靠你！那可能只有转换了吧。他就不是这期白棋现在。现在还有空补这儿，我想说这边怎么办？这棋还怎么下呀？主要是，我觉得补这儿好像不，我们就总结一下，白棋从飞一个开始对黑棋发起的进攻嘛。嗯，进攻的结果是自己被断了，黑棋头出来了，然后下面基本上黑棋随时可以活的，嗯、而且目数还涨了，然后外面还多个断点，自己还薄了，里边这将来也都是黑棋的绝对先手。嗯。白的这整个半盘到现在下完之后，脚上就十目棋，然后外面都是黑棋的天下。嗯，这一串攻击的手法确实是感觉走的有点远。亏损不小啊。嗯，感觉走远了。嗯，这个是为了在补断，那本身效率其实也很一般。嗯，黑棋点了一下。现在这个局势感觉黑的大有跳一下，嗯，先手拐过来啊，黑棋还是走得很坚实，感觉拐一个是不是啊？想赔有点对吧？不简明，嗯，
赢了，我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既然黑棋下面已经是活棋了，基本活棋嘛，走一个就活了。那么这三个子其实要去吃它也没有多大意思了。白棋要跑的话，那也是成为黑棋攻击的对象，黑棋也不怕。黑的局不活棋就无所谓的。我是觉得就是还是围一个吧，就是他这个可能不是臭棋，从棋上来说这个肯定是挺好的一手棋，但是如果觉得优势的角度来说，这样下会不会是更简明的一种思路啊？嗯，我的理解是这个控只要全围住一些赢了，嗯，就赢了。嗯，这个双方效率好像不是一个等级的。嗯，他这个啃顾子豪更狠嘛，是不需要解明，他就觉得哪儿好，怎么下好就怎么下。那这样的话，白棋肯定要进来了。对，这白棋最后还给白棋一个战斗的一个方向嘛。嗯，我是觉得刚才都围住白的该怎么办呀？白的好像就没地儿战斗了。这样的话下的话，顾子豪这个黑棋顶完了，搬的选择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把这个空和根据地拿住。嗯，但感觉这么下不是很简明吧？棋变乱了。嗯。嗯。也出。白棋靠。哎。白棋如果挡的话，黑棋就把这个直接吃了。啊、黑的又打完长一个嘛。嗯。然后你长，我是不是再补一个？哦、那块棋你总不能杀了我吧？嗯。所以白棋也得先来，嗯，腾挪嘛，白棋就感觉这个实战的下法挺看不清的吧。嗯，打吃好像我看 AI 说打吃好像有点问题，其实应该拐、哎啊、说打吃不便宜，单拐过来好像棋形好一点，是这白的还是不好掌握，因为你粘的话他就搬吧，我觉得这白的很难两全，两边都很重。嗯，是实战这个棋他的问题在于他打完长一个，白的把这个处理好之后，这个地方意外的黑棋其实吃封不住白棋。哦，顾子豪好像有点想的简单了吧，这个棋。啊、哦。嗯，他这个棋形好像不是很好。嗯。实战黑棋贴，以为是看上去好像应该挺完整的一个封锁，正好遭到白棋这个妙手。这我如果走呢？他就走的。啊，这些棋我也不理解啊。那其实我打这个呢，这什么呀？打这个是不是担心这个呀？这好像是先手，不是先手，这死了已经，这黑的四个已经掉了。嗯，也就是说白棋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先手。嗯，尖一个对这边来说是先手。嗯。因为白的不能先贴，先贴的话黑棋长，你这地方就没事了，这样我可以跟着硬，你这地方也没棋，所以白棋只能顶这个是好棋，这长，然后这个时候断，对他尖就先手。嗯，那这个黑棋的封锁圈就封不住，是有些问题啊。就我就觉得他这个下法，可能他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嗯，可能从这个冲断的选择来看啊，主要这个打吃。嗯。应该没想到实战这个图吧，实战这个图我感觉黑的亏的还挺明显的。嗯，所以他这个打吃拐一个要更好，拐一个好像白棋很难下这棋，应该是不好处理。嗯，实战他只能吃这个，吃这个的话呢，就是说白棋吃这个的时候黑的不能跟着提了。对，这被一打黑棋提的话，这被一扣吃，这被一扣吃受不了了。啊，你提这个两个棋已经被吃了，受不了。所以这样黑棋只能都打了吗？只能都打了。这个虽然黑的还是把里边空围住，把这吃了，那但这个
大飞手脚这个被人选手骑了，损失其实挺大的。嗯，而且这个骑，而且白棋这边还有选手，而且白棋这个棋跑黑棋这几手棋其实挺损的。嗯，因为你走完之后，白的这个飞变选手了。嗯，白的外面好像这个潜力啊，隐隐约约就有点起来了。对，突然之间，外面这一圈全变成白棋了。对，外面都是白棋潜力，然后这条边白棋获利很多，黑棋等于说就是把自己这块空守住了。嗯。嗯，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大幅度缩水了。嗯，应该问题出来就不打吃上。这个飞太舒服了，飞一个跟提一个交换，这两手其实已经先手便宜不知道多少了。然后再比较，这个白棋感觉，就它有可以跟黑棋争胜负的这个空间了。本来白的是中间就这三个破子了。对，现在白棋突然把这个发展成后势了。嗯，对于白棋来说，这个局势还是有所挽回呀。嗯，挽回挺多的，其实我觉得，嗯、这都是先手，这黑的也得去做活这块棋，尖了顶。嗯，白棋简单定型。白棋搬了打吃，简单倒是简单的棋，会不会有点俗啊？他为了争这一步棋。嗯，但其实本身长一个感觉，其实挺重要的。感觉已经封住了，因为这出不来了。嗯。搬完打完，它本身这地方差挺多，而且这个口子也差挺多的。嗯，但他可能觉得还是这边比较大一点。他觉得这边大，嗯。这一串白棋其实已经收获很多了。嗯。而这个头感觉都隐隐约约黑的都不是很好出，将来白棋走一个就全部封上了。嗯。赶紧收官，细腻的。双先吗？这是。细腻把这个官收了。嗯，白的之前倒是没办法，白棋走黑的不会跟着硬的。嗯，黑的这个太厚了。嗯，对，所以应该是黑棋的权利，白的不走是没活。嗯，这也可以看出啊，这个黑棋还是很细腻的。啊，那世界冠军还不细腻的话，谁细腻？双先一般来说职业棋手都不会错过的。嗯，白来的挂进来了。白棋坚定，黑棋长，白棋加过来，终于有个目标了。但是这个目标也不太好攻，因为虽然说白棋外面还是有一层皮的，但这层皮呢，它还是有点薄味的。比较薄，嗯。这我是觉得白棋这个争先手的下法值得商榷啊。嗯。它如果长一个的话，让这地方自己变厚，感觉黑棋这整个的作战的。就不能这么放肆了。但是他怕黑棋这边飞过来，飞过来，我觉得我就气了，白的就把胜负重心，你气了，我就围这个呀。我如果把这全围住，我为什么不能气啊？哦，就是说你飞，我就什么尖冲之类的，赌这地方嘛，就赌这块棋嘛。哦，对白棋来说，有个地方争胜负已经是很好了。嗯，他这么下的话，我是觉得黑的活完不够啊，白的。它这个属于就是比较正常的一种下法，但正常的下法，劣势下平稳的推进的话，不足以争胜负。还是得下点有点魄力的棋、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长，我就告诉你，你要是敢走这个的话，反正我就觉得都是我的，你进来我就杀。嗯。他现在其实挺尴尬的，我觉得不杀不是很够，杀比刚才那种棋难度大太多，因为自己不厚。嗯，白棋实战这个也是下的非常的直接，就是直接是走完一尖啊。这个黑棋好像没什么压力，他这个他倒不是在杀吧？我觉得这黑的没什么压力啊，下一下我感觉白的。这么下空还是不能够啊，黑的这块还是挺大的。他这个地方是没有看到黑棋可以加吗？加。嗯。他是在加。这白棋不好硬啊。但只有粘吗？还能走什么呀、啊？打了一下，
打一下是因为读秒打僵吗？读秒了吗？有可能，有这种可能性。打完再粘，这个黑棋好像就比较容易活了吧？黑棋不是要活，黑棋是这样，尖。黑棋不要活吗？你如果敢冲，白棋本身是可以冲的呀。你活你冲我不就活了吗？什么？我断一个。这就是断呀，这是跟活不活有啥关系啊？怎么活？我不是这儿断你。吃呀。我这还有挖吧？他就是要挖这个呀，他这个家就是瞄着这个挖，跟活不活没啥关系。嗯，不是啊，那比如说你打这个，我不就活了吗？打这个主要还可以掐的，求活吗？他木也没了。嗯，这打这个确实没想过。白棋，就是白棋最强硬的下法，黑的这地方瞄着这个挖。嗯，所以白棋必须得采用另外一种强硬的下法了。强硬吗？只能走这儿了，活这个。这算是一种强硬的下法是吗？那也没有。这不是一种选比这个强，至少。这无奈的妥协吗？这不是。无奈的妥协，他还是没有放弃。哦、挺强硬的。对啊，他没有放弃啊。啥意思呢？他反正是没有放弃。什么啥意思啊？这能行的？靠一靠。我就走这个呀，这能行的，我就挡住呢。那也得走啊。哦，其实白棋这个地方它，哦，不行，也没办法。黑棋活肯定是活的嘛，这边还有打呢。不一定，它很强硬。啊、为什么我打这个不就活了吗？啊，那也太素了。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黑棋活肯定是没问题。黑的当然还有更好的下法。这其实这样的，白的这也太强硬了吧？强啊！那也没有办法，对于白棋来说，是不是？白棋还是得想办法吃黑棋。这棋黑的只要活的就赢了呗。嗯。这不，哎，也我不知道，应该是赢了吧。这不闭着眼睛活吗？这边的话是已经这挤着不就赢了？这挤了打一打。挤是先手，挤是先手，不随便活吗？主要白棋这边还很薄，黑的也没想简单的活，黑的现在简单的我就点一下是个硬手，站，挤一个，站，拐吧，细腻点，打先手。这还不火，这不随便做先手，先手一只眼还是挺容易的嘛。嗯，想活肯定就活了。但他想象的更好啊，黑棋。对，黑的长，把它顶。但是顶一下，这个眼就已经没了。也还有半只嘛，如果挡住的话，这有半只。那不一定，得看情况。这下你不一定能打得着。那我要是狠起来的话，不一定哦。嗯，那确实是。是不是？你得看这边下来什么样了。肯定不是正常的样了，我觉得。白棋点过来。杀还是别杀了吧。嗯。黑棋靠。嗯。定个形还能收吗？感觉。不太好收啊，这白的不够吧？有收的可能性，因为现在差距没有我们之前看的那么大了。这串也在 AI 的判断里面是这样。这串感觉白的也没走到什么东西啊。他把这儿围上了。哦，这围上。然后这边不是牵手棋吗？黑的实战等于说先手活了。哎，也不能粘吗？这棋粘的话，这边就吃眼啊？没有，我说粘的话，是不是说跟这边的半只眼有关系？没什么关系。白的，那他为什么不粘啊？他绝对不是因为提掉你打我可以不理你。那他为什么不粘？这粘一个还差一目棋呢。觉得这里边有关系？没关系。
有关系。能有什么关系？还是有点恶心的，这东西这多恶心啊，这恶心坏了，活了。不，这脚里本来不也有东西吗？我这早放在提的位置，你告诉我这脚里有东西啊？这是基本功，这是活棋。这个死了。这有东西啊？没，肯定没东西啊！这有什么东西啊？我管你也没东西。刚才白的气紧啊！你这我挡先手了。刚才这就有东西了，它不能粘，是因为这样有东西。白棋的气确实有点紧啊。这个棋那太紧了，这个挡呀，挡我就粘上就行了。哦，这么简单？简单吗？就摆个简单的，为了方便你看嘛。挡先手，挡先手就可以吗？哦，那他还是只能提，只能提，绝对不是因为那半只眼，你可能想多了。这个脚上白棋的味道竟然这么差呀！但是问题提在这儿的话，黑的好像不担心了吧？这地方。没东西就已经、靠一下之后，这个断自然没有了。白棋断的话，黑棋打吃这个，白棋是连不上的。尝一下挖断，那恐怕是就黑棋也是打死了。哦，这个先手提，不敢，这个不会有的。我这个是不尝一下挖断嘛？局部是有的呀，我只需要20没劫财就够了。这黑的可能本身劫实在过多了，就一时半会儿是不担心的。黑棋搬了一下，搬一下也是先手便宜官子。怕被白棋立掉？便宜嘛，我加打拔的话，搬一下挡不住，其实也有点亏的呀。搬一下，难说，搬一下是不见得便宜。就这个不是，我觉得黑棋下成这样已经超级成功了呀。这棋优势还不是很大，这白的不什么都没走着吗？留下了一个劫。那黑棋是因为他不想放弃这个目数，他走这是没有劫的。对吧？哎，怎么没有劫？我尝一个先手。啊不，哎，我尝一个。哎，那你刚才说啥？你骗我们呀？尝一个后手。对对，尝。那没有劫啊。但是这有顶的撑，他不想亏目。他告诉你，还是跟木有关系。劫不重要，劫你不敢跟我打。谁说的？白棋这就来了。谁说白棋不敢打呢？白棋这不就来了吗？他不怕，是吧？你敢归你敢，他不怕，他劫多。断你。本身劫多嘛。提你。就说黑棋优势还没有大到可以退让的地步。他不能退让。所以你发现高手下棋就是这个样子的，看着好像白棋这一串。是没错，对，但是黑棋也不能松啊，这锦目棋也不能松。那说明前面黑棋其实还亏挺多的底细。打这个也是劫啊。换个劫打。换个劫打，白的为什么不换？没有。黑棋怎么那是个损劫啊，打吃。打吃一下损不损啊？他是按接在这儿。不是，白棋如果把这个走了呢？打劫啊。那我换个劫打不好吗？我这个劫白棋无忧啊。这个劫他忧也不大。是不是啊？这个劫忧也不带忧吧。那就是换个劫打还能怎么地啊？黑棋是不是拱在这儿？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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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什么？就打劫，就这个劫，黑棋打这个劫，你还是有点优的。这个劫有点优。这就白的就是让尖一个，尖一个没解决问题，黑的挤不一样的。对呀。没有看懂，为什么？就便宜点呗，再走，尖一下不会亏到手。
坚毅的黑的啊，黑的黑的刚才为了就这两个子才产生的一个打击，但是现在这个不要了。我感觉他们对于这个棋好像，我这地方提的倒也挺爽，但白棋不肯啊，要给你提回去。嗯，这个倒也没想象中那么大嘛，因为这多了个打偏挺多的。本来白的白占先手，这地方差了七目棋，嗯，这地方白棋吃了十三目，其实这地方等于白棋花了一手棋，长了六目。这地方劫又损了不少，其实确实也没什么太大收获。哦，外面可能还被人挤，反正便宜两下。点点挤挤什么的，但是我要是白棋，我可能就换一个劫打了。不过我也没有算清楚这个劫，这个打劫还是挺考验实力的，要在短短的读秒声中把这个劫才算清楚，很难。不，主要是你得判断转换的价值。对，这死活劫才多少倒不是很难算。嗯，我觉得也挺难算的。嗯，就比如说从刚才的这个劫，嗯，又变成了现在打这个劫，嗯，就这个劫又打不停的在变化，这个。不行就粘回去，头疼。但粘回去你不见得赢啊。吃的真的不是很大，这地方提一下挤一下好爽。哦，所以我觉得白棋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不选择粘。我提了一下。嗯，现在黑棋还要打这个呢，这个看来。这样好像白的不太行了，我觉得白的应该是顶不住了。黑的这么下是因为它绝对有看清楚这个地方的变化了。这是什么转换去了？嗯，啊，跟上实战了，就下到这。啊，对。这白的应该已经不够了吧？这我就尝一个就行。啊，我感觉尝一个就行。啊，就尝。提。就转换嘛，双方这个转换，感觉黑的应该是比较自信吧。粘住，可以数目了。你来给我们数一下目吧。你这属木这得粘吧，粘最大了吧，嗯，反正得粘一个，这总是黑的权利了。嗯嗯，数数吧。好，这地方怎么点大概1234567，哎，这个黑的提回来啊，其实总是黑棋的，总是黑棋。20木吧，这块不到60目，白的60目很勉强。70目多了，72，开开黑的手，赢不少吧？嗯，盘10以上吧，我感觉，至少。是还该黑的下吧，白如果粘这个还该黑的下，挤完提完把这一粘，盘石应该不止，盘石肯定不止，所以这一串打劫白棋可能还亏了，看着不像便宜的样子，但是可能也还好吧，本来应该也差点。嗯，这期不可能，白先生应该就没有优势过，我觉得本来应该也要差一点，但现在应该就挺简明的，盘石应该是至少，不太够。现在白棋也是把这个收了啊，在读秒声中应该是把这个收了，然后粘了一个，对，就下到这儿。黑棋会不会是不是应该粘那个是最大的？先挤一挤吧。哦，挤完提，挤完提一下，不会提不到吧？提得到吧？哎，你提一下先手，哦，你挤会不会都挤不到啊？哦，这提先手是吧？你挤应该挤不到。我刚才点步是再耍两下。那没有盘石。这有个提，差不多。嗯，我刚刚给点的比较保守。我刚才说白棋60目勉强嘛，黑的都72了。嗯。就算我扣掉这个便宜，我就少挤一下，提总是提也提不到。提能提到，你挤我、
不能让你走到。那无所谓了，提到就比刚才点目稍微再给你多匀点，嗯，算你六十目不勉强了，也磐石至少。也还是磐石的样子哦。嗯，那所以这盘棋白棋最主要的还是刚开始输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误算。我觉得是看错，但是当时他不看错这个应该也不太好了。他看错完其实，嗯，形势输挺多的，在后面这一串白棋便宜其实挺大的。嗯，所以他这个看错可能是他尖在这儿的一个诱因。嗯，因为我觉得他尖在这儿的话，后面这个变化他应该是可以。差不多就是至少粘完了班，他是觉得有这里有棋的，他才选择这个下。就是粘完了班不下去，在这花了两手棋，确实就有点尴尬。嗯嗯，这是白棋全局落后的主要原因。嗯，可能因为立吧，然后立完就不好下，立退这个好像要更好一些。嗯，后面多少还是很顽强的。嗯，像这一靠一段，黑的这地方给机会了，黑的这地方稍微给点机会。嗯，白的中间一度感觉追回不少。嗯，但这个杀法可能也是有点太直线了。也没在杀吧，就是可能是一种定型的方法。嗯，但也没走着，确实没觉得有什么东西。但他走着走着，他自己如果不这么下，他薄，他还有点薄，他没有想象中那么厚。嗯。其实他也本来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嗯，不过我觉得确实黑棋在这个优势下，在这个下面这一串制孤的时候也没有手软。嗯，确实，我觉得如果是优势那一方的话，有的时候会可能会选择一些稳妥一点、退让一点的下法。但是这盘棋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孤子豪确实是看得很清楚。嗯，啊，整体。都不会说有一些很明显的退让，就基本上能撑住的地方他都是会撑住的，不管他这个棋优势多少。因为他也算得比较清楚嘛。或者说自己也知道优势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大。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无形之中可能你退两步你优势已经没了，自己还不知道。是的是的。嗯，所以他这盘棋确实在优势的情况下咬得也很紧。对。嗯，然后黑棋把这个提了，把这一下提到，接下来是不是粘一个最大的呀？看上去就粘呗，应该没什么大的意外了。这棋，后面的话也是比较。简单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变化了。中间白棋这个还是不好围啊，四处漏风。贴在这儿是不是还是能有点露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关子嘛。嗯。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关子嘛，就。对方搬粘倒挺大，搬粘也相当大。对，以后这个可能还能收回去。对，他来爬一下，收起吃，是有点舒服。看一下，我们却已经完全跟上进程了，还是下得很谨慎的。两位棋手应该都已经进入读秒了。葫芦粘应该是慢棋吧？嗯。慢棋每方两个小时，对，两个小时五次六十秒。五次六十秒且读呢，那这棋应该还会下一会儿，但是我觉得胜负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之后应该没有太大的机会了。黑的不出大问题，磐石以上的局面收官很难收回来了，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了。是，嗯，那这盘棋我们基本可以宣告黑棋，黑棋赢了。赢了啊，顾子豪获胜。好，那请大家。